欢迎来到 IP 下交易平台。 IP 下诞生于2021年，我们的经营理念是让您能够像逛商场一样在这里轻松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打造世界第一家综合型 IP 交易平台。什么是知识产权和 IP 交易？让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吧。知识产权是指产权所有人在文化、艺术、音乐、专利等多个领域对其知识和作品所持有的相关权利。简单来说，就是指音乐版权、专利特许权、卡通形象授权和艺术作品的所有权等等。但是目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到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相关权益，同时人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旧不足。而现在这些难题将迎刃而解，IP 下交易平台通过 IP 交易拉近用户和创作者之间的距离，创作者能够在这里通过贩卖作品相关版权来获取收益，而用户则可以用获取到的版权来创造价值。这样，创作者能够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自身的创作当中，促进更多优秀作品的诞生，打造一个健康良性循环的 IP 创作交易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方便快捷地进行知识产权交易呢？在下个视频当中，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 IP 下的各个专区服务。